着脸叮咛睡夜，热闹的年节川流水歇，陈旧的床边数着思念，繁星也会走尖，但坠落那边，年复了一年，又是新年，还记得去年那夜团圆，围在炉火边，你笑得好甜，幸福快乐眨眼都难免的瞬间，只想听你的语言，看你的双眼，多么熟悉却沦为纪念，明明还浮现眼前，来不及道别，绿意再现你翩然不没有什么必要，他都不出去了。
我们开始觉得，哎，我们爸爸回来了，我们叫爸爸叫做阿贝，他都会每次到我们要吃什么，他就会买我们要吃的东西，虽然他不是用讲，我说，哎，孩子我爱你啊，老婆我爱你，可是他是用服务行动，我们要的东西他会尽量的满足给我们，都所以。我感谢我能够接触基督徒，耶稣给我的感应就是说，每当我们有苦难，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，不是上天或者是上帝给我们的惩罚，乃是上帝给我们的磨练。是我爸爸第一关相信上帝改变了他的性格，第二关是3年前要中风，他中风过后，他连他的脾气也改了。我爸爸是一个很会骂人，脾气很暴躁，假如有跟他一起工作的人，他们就应该很清楚很知道，可是然后很多人说中风过后脾气会更暴躁，可是没有，这10多年里面我们很少看过他发大脾气，所以说上帝真的是借着每一个疾病来磨练他。这一次他因为癌症，可是他却没有因为癌症而受苦，可是他却是因为心脏病而导致脑中风，然后昏迷。所以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上帝所安排的，我真的很幸运，每次我们大家去看医生，医生都会问安哥是不是你啊，因为他的癌症是属于第四期了，我们会发现有这个癌症也是因为透过验血，不是因为他有疼痛，所以我们很感谢，我自己心里真的很感谢他，不是因为疼痛而离去，而是因为心脏病结果不明而离去。所以每次我一想到我父亲的时候，我就会想到他每次在心里面盼到我们放工回来就帮我们开门，然后每天早上都去买我们爱吃的早餐。所以那天早上我哥哥来讲，星期一开始你们要自己买早餐了，因为这个早餐给你们吃了，他真的是用服务来爱惜我们这一家人。然后给他，我就想，家属，
我爸爸没有留什么给我们，我爸爸没有留家产什么给我们，可是他留了这个给我们。他每次我在他的一举一动，我是看到是说他每次都那种施比受，人家讲什么施比受更有福，他每次都会你可以看到说这几天里面他有很多很多朋友来，然后有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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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我也不大会讲了，就是可是我觉得他，因为他做了很多很多好的事情。说我爸爸的财产，刚才牧师有分享过，他的生活是真的是很充实的，以前不像我们现在，我们现在都是为了孩子，为孩子罢了，我们没有为过社团或者没有为过我们的身边的人做过什么事，做过什么东西。可是他真的是有他，从他走，想说他一路走来，他都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。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的一个绝技，其实是他很幸福，他很有福气。我觉得我爸爸很有福气，这是我就分享到现在啊，到这样子为止。再现你翩然不见，将幸福留在去年的新年。Goodbye, my love, 我的爱人，再见。Goodbye, my love, 相见不知哪一天。我把一切给了你，希望你要珍惜，不要辜负我的真情。Goodbye, my love, 我的爱人，再见。Goodbye, my love, 从此和你分离。我会永远永远爱你在心里，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。我永远怀念你温柔的情，怀念你热红的心，怀念你甜蜜的吻，怀念你那醉人的歌声，怎能忘记这段情？我的爱，再见，不知那日再相见。再见了，我的爱人，我将永远会忘记你，也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。也许我们还会有见面的一天，不是吗？ Goodbye, my love, 我的爱人，再见。Goodbye, my love, 从此和你分离。我会永远永远我永远怀念你温柔的情，怀念你热红的心，怀念你甜蜜的吻，怀念你那醉人的歌声，怎能忘记这段情？我的爱，再见，不知那日再
相见，我的爱我相信总有一天能再见。